欢迎收看我不磕男女频道，今天要去玩《死亡 Free Fire》，我要活下去。今天要来实测抽一个新的服装、叫做《蔚蓝狂潮》哦，名字不是很好念。然后这套的话目前是没有展示画面可以看啊，就只有这个穿起来的样子，所以实际上应该跟这个不会差太多了。然后有一把武士刀，跟这个瓦哥波浪，这应该之前的，在凝胶护盾，沙堡，这应该之前的。再來就是他五十抽有一个长得很普通的花纹裤吧，今天会来实抽看看这个，因为主要我看一下官方粉专下面的玩家留言说很好出啊，什么300钻就出了，什么5抽就中了，真的有这么好抽吗？有这么佛吗？今天来为大家实测一下。那他这个没有摆在商店这边啦，有点可惜。我觉得官方其实可以把它摆在这边，就是可以像这个展示一样，我可以旋转看一下，哎，它整体长怎么样？像这边有些有展示嘛。哦、如果我放闪失是最好啦。OK， 总之来讲，今天为大家实测一下这个好不好抽，然后会不会那么欧？免费五抽，我们就开始试吧。免费五抽会中吗？哦，购买后获得道具，只要花39钻，就有这些东西，是真的假的？我试试看，不要骗我呢。确定要花39钻购买？确定？购买成功，是真的有吗？那东西在？哎、有哎、在这边瓦格波浪，所以35钻就拿到刚那些东西了，哎、算很好哎，而且这还蛮可爱的，把它装备起来好了。瓦格波浪35钻很便宜哎。Hello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是这样，跟瓦哥一起跳舞。哦，所以这一波活动应该是真的蛮佛的活动哦。可是没有5抽抽到这个衣服、再来的抽奖方式就是下面这边直接抽了。对，因为免费5抽是你先抽到东西再付钻石啊，看你要不要，不要的话就当做没了啊，可能就看你要不要买吧。然后这边就是直接抽奖5抽39钻。OK， 我们就测试一下吧。我现在刚刚是8614钻啊，然后我们现在5抽。他这没有转，逐浪袭见习生组合包，这套好像有了，确定？他重复的东西会直接转成 AVP 代币，可是这样好诡异哦，感觉像少一个 feel， 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没有抽奖那个滴滴的感觉。好吧，我们都用5抽好了。然后他这个单抽是9钻，5抽39除以5。7.8，所以5抽就比较、是比较便宜啦。那一抽的话中奖率比较高吗？试一下。嗯，好，感觉上没有，一抽9钻还没有比较便宜。再来吧，应该是蛮好抽的啦。有人说300钻就出了，哎、没有，没出。再来，你要看一下我到底花多少钻。这套应该是中凝胶护盾了，只是它少了一个。feel 啦，这个噔噔噔噔噔噔的 feel， 这个抽奖好奇怪啊，没有中武士刀，武士刀的造型到底长怎么样？我也在想，它会不会有那个水之呼吸？它奖池好像东西还蛮多的，哦，就这些啦。可是怎么感觉中奖率没有很高？中奖率是多少？这是有写吗？应该是有写，这边有写啊，风池电0.26。武士刀 0.16， 瓦克波浪 0.64， 0.26 很低耶、哇，那个300钻抽到应该是，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怎么样，因为现在我是花了大概300没有抽到，再来吧。不过这次抽比较便宜啊，因为5抽39钻而已，全部都风流白裤哥是有多风流啊？怎么全部都是风流白裤？哇，我这个不想要花超过2000块。我觉得这套价值1500差不多吧，因为不确定有没有特效啊。又中，中武士刀了，所以瓦格波浪中了，又中一次，这样好像蛮容易累积代币的。FVP 代币，如果你不够的玩家，可以用这方法去累积。中武士刀，武士刀在武器，我们看一下，武士刀有没有特效呢？为大家实测。哎呦喂！有特效，就是我原本以为是水流，就它是风
风的感觉。好，先展示给你们看吧。有风的武器啊，这个穿新的服装应该蛮适合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吧。我希望是2000内中啦，剩服装了。现在已经抽了400钻，3-400钻左右吧，算真的蛮好，蛮便宜的啊。送小丑鱼，好没中，39钻，这样其实真的蛮便宜的。然后左边已经拿到旁边奖项了，等下传给你们看，我先把它领起来。免费五抽，又有一个免费五抽，刚没发现，原来真有送连抽券欸，第一次看到有这个免费五抽连抽券欸，看未来应该会很常有这个东西出现了，新东西。然后下面钻石扭蛋券，免费五抽，怎么都是这些？好吧，哎，到底有没有抽到？有，没抽到，完了，有这么难抽吗？哇，那个300钻抽到是真的假的啊？抽不到啊，令人生气啊！就是不出女生这套，可恶！出啊！哇，运气是太背是不是？自从抽到黄金海盗船以后，后面就越来越飞了，是怎样？7825钻，花了将近1000钻哦。哦，还是没出啊，有点困难的感觉。出一下吧，没有，我现在是准备要抽新的进化枪啊，可能要再氪一点，到时候要抽进化枪，所以要存一点钻石。哇塞，什么300钻？哈哈，这个怎么难抽啊？我原本预计说，应该是什么300-400应该就会出了吧？看大家都讲那么好抽，太扯了！哇塞，这假的啦？这个该不会官方的爱用粉丝吧？0点多我就觉得不会好抽了。你看他是写0点多，0.26哎，0.26连1%都不到哎。可是0.16的武士道已经出了，26还不出，哇，真的很难。我抽到7000，剩7000我就不抽了，有点扯。想说大家留言都好抽，应该是会出的，啊，几率就当参考了。哇塞！到底，出了，终于，幸好，我真的很怕花到7000以下。好，这套服装可以给大家看它长怎么样了。我就是想要抽抽看它长怎么样，实际上的样貌啊。然后刚有一个，这个很奇怪的裤子啊，它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这个我觉得没有好看，就是一个保底，它保底的这个也太丑了吧，应该换好看一点的东西啊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刚刚抽到的衣服啊。在这边，这套我已经抽到不知道几套了。现在下面都是重复的东西，你们看，官方重复的东西很多次。好吧，就这个风池，这套女装。这整套为什么看起来很像混搭啊？很不像是一整套的衣服怎么那么奇怪？有点像乐队的衣服啦，只是觉得裙子配色应该是要白色或黑色吧，因为毕竟你们看它整个颜色，就裙子颜色跟上面好像搭不太起来。好，大家自己看一下吧。好，看完后再决定要不要抽啊。然后花了多少钻呢？我来算一下，8614钻减掉剩下的7279，1335钻，所以在我预估1500内，不到2000，太好了，那还算在预估值内啦。这套你们大概抓一下，我可能是比较非洲一点，所以你们可以留言让其他玩家知道说中奖几率如何啊。你们大概抓1500啦，1500如果没抽到就不要再抽下去了，因为后面有多其他好的东西，因为服装就是好看而已，可是它不会让你变强，服装就好看，也可能会让敌人呢在打你的时候比较温柔一点，哦，这很难讲。好，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个类型的服装，以前其实有出过，这边科普一下，类似的。这我们直接看裙子好，因为裙子它可以比较容易找到上半身的衣服。因为像这种类型在早期的 Free Fire 算是比较常出。
每一年好像都会有。好，大家先记得这样子，因为我现在正在滑，我还看那个服装，应该是比较前面的。以前的颜，其实它的颜色分的也蛮奇怪的。哦，这边有烟，有没有？这个有点像嘛，它是火狐的裙子，下半身，这样搭还比较适合，对不对？帝国这件的夏装搭起来跟上面搭起来就好像比较合理了。刚刚总觉得那个蓝色裙子应该是要搭其他套，等下搭给你们看。哦，这个这样搭好像还可以。所以你们抽到上面，我是觉得头发好看啦，然后头发跟帽子是连在一起的，是拆不开，有点可惜。不然这发型蛮正的。再来下面还有下面一位，往下滑会看到有学生服啦。哎，又火狐，每次都停在这一套，因为这个小图来讲比较明显。哎，怎么滑不到？啊，这个。波利士女孩这套其实那时候是有活动的，然后还蛮好看的，可是它是蓝色的。好像这个红色的有没有 学校制服，这个裙子其实我就觉得蛮好看的。那时候这套是很前期出的，应该比较以前的玩家知道、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上半身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换，因为刚刚他的那个上半身啊。是哎、欸，我们要先找下半身跟那件蓝色的，好吧？看来是袜套的问题吧？袜套看起来怪怪的，所以会导致整体的颜色看起来怪。它这袜套颜色是渐层颜色，看起来有点怪，所以搭起来就很奇怪。看来下半身换掉会比较好。刚刚的这个下半身，你们看哦，它的蓝色跟白色这搭，如果不要渐层，用直接黑色应该会不错啦。就以配色来讲，好，快速换装，有没有这个很突兀？整套看起来好像混搭的，不太像是以前 V5 的风格，就是整套的风格会看不太出来。所以建议你们如果有抽这一套，可以把夏装换成黑色的，会比较适合。好，搭给你们看，像这样子，有没有黑色系都可以？这也是一个搭配美学啊，跟大家分享，就尽量搭它的同色系，黑跟白。黑跟白的下身应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然后比较适合的，刚刚看了一下，哎，这个蛮适合的，看起来就同个 feel 没有？感觉是整套的。然后你要裙子的话呢，只要你的服装够多，你要搭也是搭得出来的。哦，比基尼就不太适合了，这个也有点怪怪的，这个也怪怪的。你们看一下下面这个蓝色啊，下面这个丝袜感觉比刚刚那个渐层好看，因为渐层那个看起来太突兀了。好，我刚刚说测试一下，我觉得夜色潜行者这件是搭起来比较适合的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这样这样的风格。好啦，今天就实测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花多少钻抽到，然后这套服装长怎么样，还有他的新的武士刀啊，蔚蓝狂潮的部分。来，欢迎大家影片下方留言呢，你们花了多少钻抽到啊？那我不知道我算是不是保底才抽到，因为我不知道保底到底多少，0.0几那种都是中奖率很低啊。好，今天游戏呢就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哪天影片，可不可以喜欢持续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也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哪个频道，追踪我 Twitch IG 粉丝团，搜寻我不喝哪一题就可以找我了。也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游戏见喽，拜拜。Hello, can you hear me?